全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大爱一弦观》啊、呃！我们要成群结队，呃，我们要结党营私，我们还是要团结力量大。诶，这都牵涉到很多人啊，是不是单独的一个个体？但是群聚在一起，这是人的基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。为什么？我们跟鱼很类似啊，啊，为什么跟鱼群很类似？你可以看得到海洋里面。 这个鲨鱼它是自己可以在那边啊、呃，这个呃到处啊、呃、掠夺，或者是呃去呃争取它的一个食物、啊。可是鱼群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子？就算它是一个蛮大型的一个鱼，但是基本上它是以一个群体的一个行动做它最主要的一个啊、呃、这样的一个方向指引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话，它整个族群的一个存活率才会提升啊。 不然的话，你如果单一个，那马上就被吃掉。呃，这个在一群里面的话，啊，顶多是牺牲少数啊，牺牲少数成全大我啊，这个牺牲小我成全大我，类似这样的意思。人基本上也是这种比较属于啊、呃，被啊、呃，可能会被呃，侵夺呃，掠夺啊。呃 是这个生生命力相对比较弱，但是现在不一样，反倒变成啊、呃，大家会一起聚集在一起啊，呃，变成一个恶势力的一个可能性，又被翻转过来。所以到底怎么样斟酌，是需要群策群力也没有错，但是不要一起啊来要共善，不要一起来做有一些啊、呃、不好的一些事情、啊。好，鱼那些想想到了就会呃这两个维维他命啊。 维生素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一个是维生素 A，一个是维生素 D。那有很多人就认为说，我们要健康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补充营养，所以我们一定得吃鱼肝油这样的一个保健食品吗？是不是一定要吃？但是这个到底呃合理性是怎么样？我们待会来跟大家报告。 这个鱼儿鱼儿水中游啊，总是那种自由自在、很让人家向往的一个情形啊。人不能像鱼一样，也不能像鸟啊、呃、飞在空中，但是我们可以有发明，这是荡秋千呢、啊。你看这个荡秋千画得多多有呃多么呃简单的寥寥数笔，但是非常可爱的样子啊。小朋友荡着那个秋千呢、啊，呃，已经是让人家非常可爱。然后底下还写着。 呃，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 the easiest way to get dry after a swim，就是你游泳完以后最快能够把身体弄干的方法就是荡秋千了，多有意思啊！好、啊，这个呃，画作中十八世纪非常有名洛可可那样的一个风格的呃，佛呃，弗拉戈纳尔。 呃，法国的这样的一个画家，常常用这个荡秋千来当成一个呃非常暧昧的一个题材啊，不是,是爱情的题材而已，还有点暧昧，因为它牵涉到呃，到底这里有一个女生呃，女生在这里荡秋千，这里有个男生在这里，后面还有男生在那个地方，非常复杂的啊、呃、那样的一个情愫啊、呃、元素在那个地方啊，荡秋千的历史啊，这个。 这个是这么早以前也有荡秋千，有人在后面拉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啊，他坐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样拉动的那个情形啊，这是呃古希腊呃那时候的西元五百年前的事情啊，所以表示距今。 2000, 呃，这个两千呃将两千多年前的一个事情，呃，这个发明，那时候就有人想要用荡秋千来啊、呃，让这种枯燥的一个生活啊啊、呃、多一点点那样的一个点缀啊啊、呃，就包括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啊，都是留下来的古物啊。那这跟秋千有关系的支持啊。 啊、呃，大家看一下，促罢秋千，就是啊，荡完秋千的意思啊。促罢就是踏彩的意思啊。起来慵懒整牵牵手，哎、呃，这个荡完呃以后，这个手啊，呃，有点不整齐啊，或者是啊、呃，有点点那样的一个坡度啊，给它整整牵牵手，然后露浓花瘦，哎、呃，这个周围的景观是怎么样子啊？就是、清晨的意思啊。那薄汗轻衣透。 哎，这荡、啊、秋千也要花点精精神力气啊，所以流点汗。呃、那個，女生啊，很娇羞的年轻少女啊，啊那样的一个形貌，啊，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。结果呢，哎，有客人来了，哎，这个袜铲金叉六六六，袜铲意思就是说只有穿上袜子，还没有穿鞋子，因为荡秋千呢、啊，呃、啊，所以鞋子啊也稍微脱一下，很自由自在，因为在他自己家里的意思啊。那因为呃、啊、这个有动作，所以这个法上。 头发上面的金钗，哎，也稍微有点点啊，这个移动它的位置啊。可是，哎，这个年轻的一个客人来，显然对他也有点情意的意思啊。他怎么样？何羞走啊？有点害羞啊？倚门回首，又想看着这个男生到底是谁啊？却把青梅嗅。 却把千美，依旧，意思说你要假装回头看，你要假装还要看得到那个客人年轻的客人，那同时要假装一个动作，好像在秀那个千美啊，那种呃一一种呃呃娇羞的一个状况，呃点缀的很好。那个到到底是谁要来看他？是一个太学生叫赵明诚，那所以写这个首词的是李清照。 李清照呃小时候啊，呃也不是小时候，小姑娘的时候，在家里面那么呃这样子荡秋千，就李那个赵明诚读了呃他待会跟大家报告写的那一首词以后，惊为天人啊，就是这个文笔才女啊，所以来见他父亲啊，这个李清照的父亲啊，李格非啊啊啊、呃，所以他李清照之前写出来的词是这样子：昨夜雨疏风骤，呃这个呃浓睡不消残酒，就是。 昨天呢、啊、下了一场雨啊，我喝喝了点酒酒啊，有点啊、呃、这样的啊、呃、早上醒起来那个样子。他试问卷帘人，他问他的仆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他是很关心，哎、欸、呃、哦、花园里面海棠到底怎么样？因为雨急风骤啊，哎、欸、他告诉你是没没事。结果他跟他讲知否知否，他跟仆人讲你知道吗知吗吗？应是绿肥红瘦。 应该是绿肥红瘦，应该是那个红啊，哎，就是海棠啊，啊、哎，可能被吹倒，你还是要仔细去看看，去把它整理整理。所以赵明诚读了他李清照这首词以后，哇，觉得了了不起啊，所以是假借机会看，呃、哎，来看他。 父亲呢、啊？结果希望见到李清照，当然后来两个人就结为连理，此为后话，战下不表啊。以后再跟大家详述这一段悲凄的、有点历史的这个情形。好，荡秋千平衡非常重要。一个头，一个二十呃三十岁的一个男性病人，头痛，然后走路平衡不稳，走路不稳啊，就平衡发生问题、啊。哎，三十岁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啊？那中风。 那怎也不是啊？那怎么可能会这样头痛的很厉害，又走路发生不稳的情形啊？这个当然这是症状，也要去看一下整体的状况。之后一个最可疑的一个问题点是在耳朵，耳朵耳朵左耳有流脓出来，流脓，所以医师们。 耳鼻喉科的医师、神经科的医师，其实都要互相有这样的一个了解，就发现，哎，给他做电脑断层，因为他这个不稳的情形非常厉害，给他做不稳的情形，看发现电脑断层这里怪怪的，这里，这是一个脓疡啊，脑部里面捕狼啊，有脓疡的意思啊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，而这个范围又正好是跟小脑附近跟我们平衡有密切关系的，那这个，那为什么大？ 呃、欸，小脑、大脑那附近会产生出脓样出来，但也可以看到这是耳朵，所以耳朵附近啊，耳朵里面的感染，耳朵里面的感染，就会以邻为祸，呃，把这样的一个感染往大脑那个地方去啊，所以这是原来是中耳炎呐、啊，中耳发炎就在那个地方形成胆汁瘤，胆汁瘤就会侵犯到我们的脑部，耳朵在这个地方就形成在。 小脑那个地方的一个感染非常严重感染，所以必须要开刀进去把那个感染的地方清掉，这都是风险很大、危险性很大的。还好整个处理完以后，这个就呃把这个解决问题。所以任何事情不要以为要留点脓，这个小小事情啊，耳朵这还是大事一件呢、啊。要吃保健食品吗？大家了解，这个是脂溶性的。 你越吃越多，可能在体内会造成堆积啊。维生素 A 我们可以用红萝卜、蛋黄、牛奶来取代。维生素 D 就是晒晒太阳就好了，所以完全不需要吃到鱼肝鱼肝油。感谢收看。